女粉丝排队22小时 ，Big Bang 演唱会门票走势惊人，让粉丝们引颈长盼的 Big Bang Alive Galaxy Tour 2012大马站门票终于开始发售。抢得头炷香的女粉丝更是千里迢迢，只身从马六甲前来。没有，一直在那边对，然后到第二个 fans 来，然后我们会有分工合作，就觉得说 Big Bang 魅力无法挡，不但各族同胞都为之疯狂，也有一家大小总动员前来抢票。不会贵了 ，OK 了 ，OK。漏夜排队的粉丝做好万全准备，凳子、食物、饮料，甚至睡袋等应有尽有。虽然门票在早上10:30才正式发售，但是未到9点，人龙已经看不到尽头。不仅如此，门票开卖半个小时，立刻传来688令吉的门票已经卖完的消息。看来人龙后方的粉丝只能祈求上天保佑喽。明白，明白。嗨，搜印娱乐最 live。